哎呀，程书明啊，你俩处怎么样啊？现在挺好的，感谢那个燕子姐、王哥，感谢全程热恋的节目组，那个对，感谢你，感谢我兄弟。那个我俩准备那个明年夏天就准备结婚了，感谢感谢大家。哎呀，又一件喜事儿啊，官事儿啊！你说那个打更的走了啊？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，我心情其实挺低落，我以为他还能打更打到最后呢。没想到，我万万没想到他走了，我万万没想。但是我有一种预感，我预感他还得回来。闹着玩，我希望台上所有的女嘉宾吧，都能够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如意郎君啊。然后小宋呢，非常仗义，人品各个都没有毛病，而且说非常搞笑，非常幽默。台上的女嘉宾如果跟他牵手了，保证你们每天都会很高兴的度过。而且在这里，我再祝愿我的好兄弟常红明，提前祝你俩新婚快乐！哎呀，我祝愿，也希望让你跟王哥还能给我一次机会，我还想来。现在看来啊，你是全程热恋正经打更的呀，燕子，我强烈有个建议啊，下周开始，咱不是反省季就开始了吗？对呀，咱就把15号那个打更位留给关帅。谢谢王哥，谢谢燕子。减减肥啊，减减肥，必须减啊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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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我觉得你今天是因为一个人来，我知道这个人是谁，你是因为关帅来的。对对对。啊，你看，3号红曼，你好，小宋。短片里边说你特别仗义，你有没有被你的朋友啊什么的，你全全力的帮助他们，然后你却被他们伤过？有过。因为有的时候别人总来就是求我办事儿，我不会拒绝，我能办了的事儿呢我就办，办不了的事儿呢我也不跟人说，我就自己能掏腰包呢我给办了就办了。你还自己掏腰包帮人家办呢？对。那掏完腰包帮人办跟不跟人家说我自己还搭钱了呢？说不说？不说，那说完了之后还跌份儿。那你自己带带拉拉掏腰包你掏多少钱了？都搭多少钱？没算过。8号茉莉，我觉得你这不是时辰，你这有点虎，小虎没听说过一句话吗？生米恩斗米仇，我就身边没有你这样式一个朋友，我要有你这样式朋友真的，你身边早有我这样的朋友你早都掏上了。对，这样的哥们儿交哥们儿肯定没有问题，但是呢我跟你说你要找对象啊可得收拾住了，要不然你天天掏腰包帮别人办事，你说这可咋整啊？来看一下第二个短片，继续了解一下。我曾经有过一段4年的感情，当时我觉得我这辈子就他了，往后余生都是他了。当时他的家人反对我们在一起，我不断的去讨好他的家人，秋收的时候给他家工人收地，给他家雇车运，还给他家联系买家。4年里我们从来没有吵过架，我事事都顺着他，只要他喜欢的东西我都会买给他。但是最后我发现了一个他的秘密，原来在我们认识之前他就有对象了。现在想一想，给别人当了4年备胎还真是傻到极点了。在那之后我就把我的微信名改成不相信爱情了。本以为自己可能不会再相信爱情了，但就是常红明和博威的爱情让我重新燃起了希望，决定来全程热恋寻找我的爱情。现在我喜欢的女孩是通情达理，对我知冷知热的。找对象呢，我想找个眼睛大点的，因为我眼睛太小了，得回肉皮不合，肉皮合都得长死。七号春丽，小伙我想问你，就是你跟你那个你认为的女朋友处了4年，你为什么一次都没有发现她是已经有男朋友的女人？其实吧，我早就有这种感觉，而且这种感觉呢，我通过某些事呢，我也证实过。你是跟这个女孩在一起的时候就已经，就发现她有男朋友了，是吗？在一起很长时间之后。那她这边有着男朋友，这边还跟你交往着，是吗？对，但是就是从来我都没说，因为我不想我说完之后，这4年多的感情就这么离开了，走了。我想着如果我不说的话我接能接着忍一忍的话，没准儿还能忍一忍。
那你后没后悔过，或者是从这段中你学习到什么？这四年多学会了很多东西，我感觉他给我最多的曾经就是陪伴。那你就不亏了。那咋能不亏呢？当了四年小、人家小，八号茉莉你说咋不亏？都气死我了。妮可，你刚才说那番话，本来吧上一段短片你说借钱那个事儿，我还质疑你虎不虎这个事儿、你当了四年备胎这个事儿，我感觉你是真虎的。就你都察觉到蛛丝马迹了，你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不到啊。我当时以为我可以用我的行动来感化他。宋啊，可真能看出来你对那女孩是真爱了。但我觉得爷们就应该有个爷们样，拿得起放得下，就是行就处，不行让他赶紧滚蛋。好啊，现在是场上十六盏灯都灭了啊。这总都灭了呢，那不知道事我都懵了。现在十四号丽娇，首先我说一下，你心里头是特别明白，你根本没有走出来，你能苦苦被他骗四年，四年的感情是什么样？你灭灯是因为你觉得他还没有走出来。燕姐，我先说两句啊。好，第一，我得反驳一下你的意见啊，我是个对感情负责的人，如果像你说的，我完全没有放下我上段感情的话，我不可能今天站到这块来，对不？我要是真要牵手成功了，我对人女嘉宾，对台上十六位美女太不负责任了。我都已经经历过那些事了，我再傻喝放不下，我不是真虎吗？美女，对对哈，来，元神天使加油，掌声送给小伙儿。